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老板室友啊？什么情况？的确是老板，就是实习生嘛，工资比较低，然后挖我们家客房就免费给他住。老板大气，老板威武，好人有好报啊。那你们孤男寡女住在一起不尴尬吗？还行吧，不尴尬吧。我怎么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儿。主要是为了工作方面。那你要觉得不方便你可以搬走。哎，没有啊，我可没有啊，我可瞎说的啊。跟这么帅的老板住在一起，我偷着乐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尴尬嘛，是吧？这还差不多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快看看吧，谁给你发消息啊？今天降温，出门要多穿一点，不然生病了我会心疼的。你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？对啊，我是单身啊。对了，给你买的生日礼物到了，回家记得拿一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那要不这样，我们跟你们单独聊一下。啊，可以啊。怎么了？看你不太开心啊。换你开心吗？我平时对他那么好，然后他谈恋爱了居然都不告诉我。你觉得涛哥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你看又年轻，然后都当老板了，而且平时对我也挺照顾的。那你是气他不告诉你呢，还是气他谈恋爱了？都有吧，就反正那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连你都看出来了，但是他哎呀算了不说了。你这么害羞是不是喜欢他啊？你别瞎说啊。没有啊。这样啊，但是他说他好像挺喜欢你的呀。真？他真这么说的？我有点好奇啊，你们平时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？就跟朋友一样，我感觉也没什么距离感，是吧老板？也就你跟我没大没小。那这么熟的话，我想知道你们知道对方的理想型吗？不用猜也知道啊，他就喜欢那种发肉麻消息的小哥哥咯。什么呀，你说他呀？刚看你发动态说王者连跪，晚上我喊了两个朋友带你一起上分啊。这么亲密还说不是男朋友？哎呀，真不是男朋友啊。那这样误会都解除了，我玩个小游戏呗。什么游戏？就是男生壁咚女生对着十秒钟啊。怎么样啊？这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我们换个地方。那行吧。你确定吗？好主动啊！我要倒计时啦，十秒哦，快数，十、九，哇，你真上手了！一，你干什么？快数，九，男生，你是不是在紧张啊？七，六，哇，你真上手了！三，二，一，你干什么？没站稳。那我一会儿数三个数，如果你们愿意跟对方进一步发展就转身，明白了吗？好了吗？那我开始了哦。三二一。那我现在就是你男朋友了。那你有什么话可不可以跟我说，就不要再跟他说了。干嘛？你吃醋了吗？对啊，你男朋友吃醋了，那你不应该浪漫的我们简单的这样爱着偷偷不亲我。好甜。还舍不得分开。那你都是我男朋友了，你该叫我什么？亲爱的。就这？亲爱的老婆。今天我打算和我妈妈的老师告白。妈妈的老师？那你们这年龄差也太大了。没有没有没有啊，他才27，然后他是我妈老年大学的美术老师，他长得很帅的，然后很有才华，有1.9米呢。哇，那你跟他告白，你妈妈知道吗？我妈妈知道呀，但是她觉得人家可能看不上我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们帮忙了。
哇，好高啊！你好，是小静老师吗？哦，是我，是。哦，我们是王阿姨叫我们过来的，然后就很简单的，就一个街头小茶房就好了，门口就行。然后王阿姨跟她女儿都在等你。弟弟来是吧？对，是。那快走，别让他等太久。哇，今天穿的好漂亮，谢谢。就有点小心机，多少有一点。你跟丽丽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就是我跟王阿姨关系比较好，然后她总是叫我去她家吃饭，然后就正好认识了丽丽嘛。他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男生啊？嗯，他是一个性格好，然后温柔，很体贴的一个人。王阿姨不会是想撮合你们俩吧？应该不至于吧？你说他们家条件那么好，然后丽丽又漂亮，找什么样的女婿找不到？小俊哥哥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嗯，跟我在一起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房子、车子我都有。哇，你这个是谁能抗拒得了啊？天哪！那你有没有想让丽丽做你女朋友啊？其实你要说没有呢，也不是；你要说有呢，还真有点。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看到丽丽了吗？看到。快去，我去打个招呼。等很久了。没有。哦，哎，王阿姨呢？哦，我妈有事，先回家了。你今天穿这身挺好看的。什么意思？我平时不好看吗？啥意思啊？没有，我觉得她不管怎么样，在我心里都是最好看的。丽丽哪里具体好看？夸一下呗。从里到外全身上下。你们怎么离这么远啊？稍微靠近一点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之前说你手机卡了吗？我给你买了个新的，就当生日礼物了。啊，这礼物太贵了，中国，这我不能要。哎，你就收着吧。嗯，回头我过生日时，你再给我买我喜欢就行了。感觉你们俩好熟啊，认识多久了？认识差不多半年了。那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当时发烧了，然后他非得要说上我家给我做汤喝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汤没喝着，他差点把厨房炸了。我觉得以后做饭这种事还是交给我吧。男生你好会啊。如果用一种动物形容对方的话，你会觉得是什么？长颈鹿。为什么是长颈鹿啊？因为它很高。然后长颈鹿在动物园里很受小朋友欢迎，它在学校里也很受欢迎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比较受爸妈的欢迎。那男生呢？猫咪吧，比较黏人听话可爱。那你想不想摸摸小猫咪的头啊？那接下来咱们就要玩个游戏啦，隔着扑克牌亲亲十秒。我要离开这个美丽世界了。Oh my god， 我好想恋爱了，他的确就是活个儿子的模范，总在那。